顾总，您今天怎么亲自来了？嗯，他需要一件礼服。啊，好的。给我穿。嗯。我不穿。为什么？我一个司机，我穿什么礼服呀？你不是想快点澄清我跟你的关系吗？那这跟我穿礼服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相信故事的公关，还是不相信？顾总，这边请。这位女士，这边请。就这件。啊，好的，没问题。啊，跟我这边试一下。等一下，把这个换上。这么高，我不穿。你是不相信故事的公关，还是不相信？穿，我穿。顾总果然好眼光，不大不小，正合身。